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见面就教大家整一个果汁，就系士多啤梨奇异果。咁呢个果汁咧含有丰富嘅维生素 C 啦，都几好饮嘅，酸酸地、甜甜地，营养价值非常之丰富啦。咁事不宜迟，大家一起开始咯。整完啦，系咪好想饮呢？大家喺屋企一齐整咯，记得收睇我哋个 channel 咯，记得 subscribe， 俾个 like， and I'll see you later， bye。